快递。你的快递？嗯。买啥了呀？我买了一双鞋和一条裤子。谁的？你的？啊。哎呦妈！你现在可会照顾自己了呢。我这鞋不行，太单薄了。我鞋也不行，我鞋也单薄啊。我不给你买了吗？没到呢。萌萌鞋不也是我买的吗？你去不去？你别去了，去了上商店买吃的。在这等你。我这胃还能占一锅。一个裤子，一个鞋。你这条裤子别穿了，丑死了。对，你说丑，所以太丑了。以后的鞋也不行了。我天天吐槽的这条裤子丑吧，然后他还不相信。你们看看他这裤子丑不丑？你们看看这裤子他穿好看吗？啊，这小短腿儿，咱现在淋漓尽致的。然后你瞅瞅裤腿还这么长，完还整个这么浅颜色。我说的大裤雷子，完他还不愿意，太难看了，还不如运动服呢。回家看小短腿吃裤子啊。大长腿，是在咱家。现在你是大长腿，对，快快进，快进。你是大虫子呀？滚！把我打开，在地下踩啊，别拿武器。行。这么一大块牛肉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说下班时候让我去整，我说我上班呢，干活呢，下班。这么沉？哎呦我的！昨天现今天现杀的吧？今天杀的，这个是。别人家杀的牛肉。嗯，哎家，放冷藏冷不？放冷藏冷不？放冷藏的吧，我们先收拾收拾，冷冻里面没地方。啊，行。收拾这一块是吧，新鲜的。呀，这么大。那你没事，搁那上面就行。盖口上。妈咪，你收拾吧啊。忘了，哼哼，我没下看。那呀，别人咋了？你也整个黑鞋呢？啊，我俩一样。干啥呀？我扛抹糊吗？一擦就行。哈哈哈鞋是一样的。你穿我的，我穿你的，试试。哎呀，轻点儿的，楼下。是大。鞋给我，你还我。啥都在外头的。兜呗。裤子，不能穿反了吧？啊，不能穿反了吧？滚点去！埋汰我，问你妈埋汰我。1.30米，穿鞋呢？哎，这鞋是舒服。穿鞋试试。我冬天再买双棉。你爷俩摆一地。挺好看的。是吧？怎么样？行，是不是那个比那个效果好点儿？说这个裤子没那条裤子贵，那条裤子挺贵的。那条裤子太丑了，是吧？说那白的可难看了，完了还有堆堆下边那裤腿那么长。那裤子200多。小短腿。这个裤子100多块钱。200多买那裤子？我要知道说啥也让你偷一条。那裤子200多。裤子就是灰色的，我要的灰有黑的，我要的灰的。真的吗？我不说谎，真的像捡垃圾的吗？是吗？不能吧。反正你也就犟色儿的。我这个岁数特别尴尬，就穿啥都不好看。我这个主要我岁数尴尬，说我穿应该穿点年轻点的吧，还是说我那个左嫩？嗯呐，我说我穿岁数大的吧，我卡在那儿，那你咋整？完现在也，就是胖不胖，瘦不瘦。你这一出有点像高兴，自己喜欢就行呗。然后呢？不挺好吗？哎呀，你姑娘多贵呀！妈妈，你听这个旋律。我这鞋是舒服，因为你的鞋里面也是这样的吧？是吧？妈，你说萌萌这头发好看不？好看呢，多好看！是不是特别好看？嗯。你说一下好不好看？好看呢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他就说我今天梳这头不好看。妈妈，那你再猜我这个旋律。我问问姑娘，我问问视频前的朋友啊，我给萌萌扎这头好不好看？真好看！天天告诉我不让我编，就让我给他扎完回来跟大疯子似的。不可好看了，这肯定行。那今天早上咋吐槽我呢？我没吐槽你，我就说我之前扎一个人难看，我说你扎好看。好看，像小姑娘。是不是啊？他就不让我天天给他扎，他就不让。这多利索呀！我要当小的，我要当小的。多好看！